的定位就是活泼一点的，然后有灵气一点的。我的年纪比较大了，偏大的专业，但是就是想要成为偶像，想走这条路的决心，然后还有坚持和努力，就一定会很大的。来到这儿，就是想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女生，不想平平凡凡的过着，就是平平凡凡的生活。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可以有自己的作品，可以当一名全能的艺人。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四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甜美，第二个是活泼，第三个可能是有点小调皮，第四个是唤醒。可能我们是不完美的，但是当别人看到我们身上一直在努力的决心或者是一种力量，可能是别人正疲惫的上完班，可能是别人正好是没有希望，但是我希望我可以把他们唤醒，把所有人唤醒。对于我自己而言，就是我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哪怕只有还有0.1%的机会，我都会一直去争取去做。我想做的就是能够让这一生不后悔。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歌声，然后把自己想要表达、想要阐述的东西，能够去告诉台下的每一个人，能够让他们感受得到，这就可以了。我对自己的定位其实一开始是学霸，现在仍然是，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优势。我的看上去的那种可爱感和平常其实是一个很正经的那种人的感觉是一个很大的反差的感觉，想要在舞台上闪闪发光。我觉得我是一个在组合中能够融得进去，然后但是站在里面却又能一眼被人看到的那样一个人。我的目标是想那个先把一个偶像应该具有的技能全都学会学好，然后以就是一个正能量的形象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其实我觉得我的定位可以是一个有综艺感的暖男。很多人在我面前说，觉得我的印象是有点像大姐姐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既然就是大家都觉得我不像大姐姐的话，如果我能够有幸成为第一批出道的人的话，我希望就是可以扛起这个责任和担当，想要成为队里头融合剂一样的存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们国内可以有一个真的拿得出手的偶像组合，我希望我可以成为那个拿得出手的组合里头的一员。我到这儿来了以后，我就觉得当偶像不单单只是唱歌好、跳舞好，还有其他方面我需要去学习的。然后我就现在特别努力，我觉得自己在往好的方向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想把 rap 真的唱得好，然后成为组合的一个特色，这也是我的目标。我的地位是二次元元气和魔法少女。魔法虽然它是一个很虚幻的东西，但是它是我的一个信仰。我希望能在舞台上把我的活力、我的成长还有我的元气传递给大家，告诉大家所有的人都应该有信仰、有目标、有方向，然后终有一天我们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我自己是非常喜欢日系可爱风格的，我希望能进第一个组合。然后我也很喜欢跟大家一起唱歌跳舞，然后我像姐姐一样的照顾他们。站在这里是我为数不多坚持到现在的梦想。我刚进来的时候默默实施的，我希望我以后可以变成一个独立的女生，然后少给大家添麻烦，多给大家带来快乐，然后和所有人一起共同成长。平时比较喜欢笑啊，我也想成为就是可以让大家开心的那种角色，那种定位。我在台上不管发疯也好，打滚也好，只要观众、粉丝、大家、我们团员可以开心，我都可以。在我很小的时候，我非常想当一个歌手，就是到后来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
就是会觉得就自己很难过的时候，觉得说就听到一首很悲伤，就觉得就可以有一个人陪你一起悲伤，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当时我就希望就以后自己也会唱那种就抒情的那种歌，陪别人一起难过。但现在就觉得，就是其实在别人难过的时候，应该就是给别人正能量这样子。定位是可爱，但是是带着调皮和 rock 属性的可爱。我觉得偶像的话是需要时刻把笑容展现给大家，还有自信。我觉得可能现在这一些我做的还不够，但是我希望我会继续努力的。包括舞蹈啊、唱歌方面，我都会继续努力的。我今天不会哭的，毕竟我是小太阳。很高兴我的定位不是自己给的，而是别人给的。我一直都记得我第一次被别人肯定，然后呢第一次被别人这么叫做的时候，我当时的心情，包括我第一次想要决心踏上做偶像这条路的决心，我一直都不会忘记。我很明白做偶像这条路最艰辛的是什么，但是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现在讲到我觉得大家脑子里可能就是一个字吃吧，但是我觉得我的定位一定要跟这个字说拜拜，因为我再不说的话，偶像两个字也要跟我说拜拜了。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个不是特别完整的偶像，但是他在学习，他在进步，他在成长，而且正是这个进步和成长的偶像，让人家觉得我有动力，我要进步，我要成长，这是积极的，这个世界都是积极的。这就是我对我自己的定位。我有点想法，但是我现在先不说，你可以充分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他这个组合就是耽误他的那个，他有更好的定位。以往词他是会，这个东西如果习惯了，或者说他在台上真的是有这种毛病或者怎么样的话，这个是非常麻烦。因为我觉得是不是放在组合里，反而我们从公司层面来说会用错。バランスが取りにくいですね。今天唱歌考核下来是属于声音比较贴合这首歌的，对，知道人家可能为什么要听这首歌。不用吵架，我再给你讲理论好了。可能是预期上，就是我并没有抱太大希望，然后反而是我觉得他们真的在比赛过程当中，会比他们可能平时训练的水平还是高出不少的。特别有几个人可能是真的是在舞台上在比赛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没有低于之前训练的水平，然后有蛮多人还是高于之前的训练的水平，所以说我说还是超出我们的预期的。今天大家都讨论很多时间啊，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名单的话我觉得差不多了，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明天就按照这个名单来宣布了，对吧？好，都通过了，通过了 OK。大家早上好，昨天我们大家都是讨论了很长时间，得出了比较一致的一个结论，整体表现是比我预计的要好。在宣布名单之前，我想跟大家说一下，你们要比的不是你们身边的人，你们要比的是最顶级的那些。我想说就是即使你是在名单里面，你的水准你的水平还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需要提升的空间。给你们个好消息，是我们之前说的是七到九个人，那我们这次是按照九个人的名单来选的，一共有九个人可以在我们 ATF 的首批出道的成员里。
我念叨的可以朝前站一步。第一位，张宇文。大家好，我叫张宇文，来自四川。所以我希望能够在心动取得一个我自己满意的成绩，希望有一天可以实现我的梦想，站在舞台上，站在大家面前。第二位，李子莹。好，我是心动偶像补完计划的李子莹。不让我跳，我好难过。我觉得做偶像的话，只要给大家带来正能量就是最好的，然后还要继续磨练自己的舞蹈啊、唱功啊这方面的东西。第三位，刘嘉莹。大家好，我是心动偶像补完计划的首批成员刘嘉莹。让身边的人和让粉丝们伴随着我们一起成长，然后等到我们变得很好的时候，粉丝们大家他们也是看着我们一点一滴，他们也在成长，我觉得这个就是偶像吧。第四位，李淑宁。我是来自魔法世界的元气少女李淑宁。如果怀着这种信念一直努力下去的话，就一定可以走出自己的一条路。第五位，陈洁仪。大家好，我叫陈洁仪，来自福建。我并不太了解我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我知道我现在做的会让我变成以后想成为的人。第六位，黄心怡。我是心动偶像补完计划的黄心怡。从我进了这个团开始，我就告诉自己，既然选择这一行，要做就做到最好，没有什么半途而废的，不可能。第七位，唐元琪。
偶像补完计划的首批入选成员唐元琪。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和余文一起出道。第八位，杨一。我是心动偶像补完计划的首批成员之一，杨一一。就我不知道偶像那种感觉是什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不知道什么样才算足够努力，我只知道我努力了。第九位，邵亚涵。我是心动偶像补完计划的首批入选成员之一，邵亚涵。偶像对我的意义的话，就相当于是活着的意义，心脏还跳动的那一刻，都是我会站在舞台上的。告诉大家的是，在你们当中只有极个别的是我们觉得比较难去打造的，在后排的绝大多数的你们都是曾经在这个名单里面我们想尽办法去设计的一些产品当中的，只是我们最后选择了其中的一个方向。在后排的我真的想说，就是你们从现在开始我觉得可以放下一些包袱，你们不用和任何人比了。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希望你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提高自己的水平，就是你们更应该放下包袱，就是和自己去比，看看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前排的也是，我觉得你们每一个人都说不希望辜负这样一段时光，不想过一个普通的人生，那么现在就是从现在开始给自己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是第一批可以出道的们，然后我是不可以的，那这样子就代表着我们两个可能以后很多很多机会我们两个都不在一起了。然后我们两个又是从认识到现在关系是最好的，所以想到以后可能很多机会都不能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很难过。一直以来都是只要去努力了就可以在那个时间点看得到的回报，但是那一瞬间的自己是觉得在那一个时间点是看不到回报的，就觉得自己努力了这么久到底是为了什么的那种感觉，所以内心会有点崩溃。因为没有自己肯定有点失望嘛，就是我觉得那想想他们九个人确实都很适合这个组合的风格的什么的，为糖糖高兴，真的特别高兴，就是他和余文终于可以一起了，就是左右两个人都选上就剩自己了的那种感觉。虽然我没有出道，但是我只是有一个更长的预备期，所以我应该好好利用这个更长的预备期来完善我自己，让那个出道的我一瞬间就亮到别人。
首先需要感谢大家那么长时间来看我们可能有点枯燥的出道实录，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节目，它并不是一个像大家平时电视台里面看到的真人秀这样一个节目，只是跟随他们最真实的一些生活去记录他们的这些点滴。也许这个节目并没有那么精彩，并没有矛盾那么冲突，我对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一个制作团队也是传达过这样一个目标，你们并不需要刻意的去创造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只需要如实的记录下来，把这些成员吸引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些点能同时展现给你们来看，那就足够了。也希望大家今后真的是看到他们这样的成长的话，能够不断的激励和支持他们，他们最需要的可能还是你们，是用户的支持，你们对他每一个人哪怕只有几个人的一个反馈，你们对于他们的一个鼓励和支持，对他们心中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和支撑，然后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的成长。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哟，带风！我要当世界第一，歌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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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当名模，我要当世界名模！我要当世界第一，歌姬，歌姬，歌姬！